左手拍击，华丽转身，倒握压制，双勾拳握抓，再抓，巴尼正之报警攻击，下一秒。敏捷起身，使出猫掌拍拍攻势，这样不够，继续张嘴狂咬，把左右逃窜的海蛇龟都叼起，离开地球表面。东北角街边上演猫蛇大战，猫咪获得压倒性大胜利。临近那个水域嘛，就有些海蛇抢先跑上了陆地。海蛇上岸被猫咪逮正着，想不到这下剧毒无用武之地，喵被飞速攻击的小猫打趴。网络疯传猫会攻击是因为速度比蛇快7倍，是真的吗？其实背后有玄机，猫可不是乱枪打蛇啊，这可能是体型比较小的，可以快速的移动，然后因为蛇类的它的其实是有攻击的角度，其实就是它头部，所以猫可以不断移动来移动到蛇类的一些盲点，蛇类的优势会比较不够。如果真的被蛇咬到，还是会中毒，猫没有抗蛇毒，顶多皮毛厚，幸运没被蛇牙穿透。专家呼吁，可以的话还是别放任猫乱跑，乱 PK， 猫蛇大战，伤到猫也难保误伤，保育蛇类。记者朱丁荣、杨杰、黄玉兰，新北市报道。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？跟阿比一样呢？浅眠的人呢，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？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用喝的就能舒压的饮品——梦梦水，睡前30分钟喝一包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。现在赶快上快点购，还有优惠抢好康哦！